年度最佳风尚女演员孙耀琪。从模特界杀过来的小美女，不是朦胧不过江，高挑的身材，可爱妩媚的眼神，在《新还珠格格》《隋唐英雄》《神雕侠侣》里轻松驾驭各种风格，被粉丝称为演技在线、时尚全能的小魔女。恭喜孙耀琪获得荣誉。非常的激动，激动的不但是粉丝网给我颁发了这个最佳风尚女演员奖，还有就是我非常敬爱的海哥为我颁奖，非常荣幸，谢谢海哥。我首先感谢粉丝网这个平台，它让我们艺人有更多的展示，还让我们艺人跟粉丝之间的沟通更加的多了。同时感谢我的粉丝们，你们的支持和关爱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再次感谢我的小伙伴们，还有行业的前辈们。2017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希望我的2018会带来更多的作品，回馈给支持我的人。谢谢。谢谢，再次恭喜孙耀琪，谢谢，也感谢我们的两位荣誉揭晓人，谢谢各位，请坐。